好，接下来一样，就是用一下并联跟串联的公式，只是它的图的长相可能有点怪怪的。好，第一个我接 AB， 我接 AB 的话是变成什么回事？我如果接 AB 其实什么意思？是两欧姆跟四欧姆怎么样串联，再去跟底下的三欧姆并联，所以换成像这样 ，OK 吗？理解吗？上面如果接 AB 变成这个样子，那就好了。两欧姆跟四欧姆怎么连？串联，看你要怎么做，加起来六欧姆，那变成上面六欧姆跟底下三欧姆并联，并联要怎么办？导数相加的导数，对，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，六分之三导过来变成三分之六，叫做两欧姆，所以答案是两欧姆。那如果改接，如果去改接 BC 呢？如果改接 B 变怎么回事？就变成两欧姆跟三欧姆怎么连？串联，再去跟那个四欧姆并联，所以长成像这样，就变成像这样的图，就变成像这么图。那三跟二是串怎么办？加起来五欧姆，变成五欧姆跟四欧姆并联，并联怎么办？导数相加的导数，五分之一加四分之一，所以答案九分之二十。国中老师很少会出这种不能够整除的题目，因为我们心肠都很好。但如果不能整除，通常会要求你用最简分数表示。OK， 好，这就是题七。下面这些题目其实就是不难，啰嗦，要做好多步把它解决。第一个比较简单，如果我接 AB， 如果我接 AB 的话，有一个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我接 AB 的话，有一个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呢？它答案会变成多少呢？四欧姆，这个叫做二十四号。24号。24号。快点啦！快点啦！起立啊！回答我。三欧姆。四欧姆。接 AB 上面两欧姆就断路没有用，所以是一跟三串连串，就把它怎么样加起来，所以一加再变成四欧姆。这一题就是啰嗦而已，有个五欧姆跟四欧姆串连，有一个两欧姆跟七欧姆串连，然后再一个三欧姆跟六欧姆串连，三个串连算完之后，这三个并联。算完以后再一根前面的三后面的三串联，就这样而已。它完全就是啰嗦，它其实并没有很困难，它就是啰嗦。OK。框框里面有三个串联，个别算出来，框框在并联，并联在跟前后串联。我刚没有看我那两个三。所以，我们的答案。应该要找一个可爱小女生，有吗？有可爱小女生吗？为什么我都抽不到可爱小女生呢？欸，我真的都抽不到。欸，他要你抽来的。来吧，PD5号，又是PD5号。十，你答案十，不要相信他。九，相信你自己比较好。答案叫做九。五欧姆、四欧姆串联九，二加七也九，三加也九，三个九欧姆串联，对不起，三个九欧姆并联，九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加九分之一，九分之三倒过来是三，中间这块是三，前后两个三，三加三加三叫做九欧姆，所以答案叫做九欧姆，所以答案九欧姆。下一题一样，跟刚才类似。右手边有个三十跟六十在做并联，并联完后跟前面的上面的三十跟下面的十串联，串联完之后再合起来再一个二十的并联，就是多做几遍就对了。请问你这样 AB 的电阻多少？这些题目都只是算很多次，但并没有比较难，就是下面这边算一算串联，那边算一算并联，啊，前面算一下，后面算一下，这样吧，就答案就出来了。OK。请问你 AB 之间的电阻有多少嘞？
AB 之间的电阻有多少呢？这位可爱大帅哥珊珊，错了，对啦，再错了，不会了，五啦，大家随便讲一个数字嘛，自在，六啦，十啦，五，十，一百啦，白痴啊，五啦，三十六十并联，三十分之一加六十分之一是六十分之三，导数变二十。变成二十跟上面的三十跟下面的十串联，三十加二加十是六十，所以右边那一大块是六十，六十再去跟二十去并联，二十分之一加六十分之一变成六十分之四，倒过来四分之六十叫做十五，所以答案是十五 ohm， 答案十五 ohm， 好，它就是多做几遍嘛，这右手边三十六十并联算一次嘛。并联完之后，跟上面三十、下面十串联再算一次嘛，然后再一个二十的并联再算一次嘛，就这样子而已嘛。OK。好 ，A、B， 来，国中程度，我们的电线都不会有电位差，都没有电阻，为什么？所以你可以把中间那个交电点把它拉开，变成左边有一块，右边有一块就可以了，因为没有差，没有差别。我们国中的做的计算。导线都假设没有电阻，都不会造成电位差，都没有任何的影响。OK， 所以这样的是有多少呢？这样子有多少呢？我们现在刚才是男生，现在要换一个可爱小女生。八号。什么？八号。一百，差一百，一定要差一百。冠军。三尖峰，尖峰，十，要背好十，三头十，五，请坐，你答案是五。上面有一个三跟三串联是六，六再跟底下的三并联，六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是六分之三，导数变成二。左边有个二，右边有个二，二加二变成四，所以答案叫做四欧姆。这就是给各位再一次的练习并联跟串联的计算的想法。OK。